现在能让你久等了。你谁呀？我一直跟着帅哥帮帮忙。别害怕，没事。志轩，哎，怕谁啊？哦，刚才是你的小哥哥。哦，没事没事。那我跟我闺蜜先走了。啊，好好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玩到了吧？我这主意不错吧？下一个什么时候啊？下一个什么时候啊？怎么样？签到手了吗？签到了。给钱吧，500。啊！这么早点？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完美，以后这种挣钱的事情你继续找我啊。在一瞬间，有100万个可能。你别笑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还怎么在我床上？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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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喝多少酒了？臭死了！圈圈，我快给圈圈打电话。哎，你算什么男人啊？我想他了。是不是每次喝多了之后你才敢找人家？哥姐啊！啊，喂，圈圈，那个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一趟啊？我哥说他有事情找你。快点！瞧你这怂货样，没出息！我哥喝多了，嘴里一直念着你的名字。起来，起来，萱萱来了。萱萱，你怎么了？萱萱，萱萱，萱萱，谢谢你啊，萱萱，看不见你我真吐不出来。嘿，我你看。这头叫做苏丹的白犀牛，全世界只有一只了耶。好可怜啊！它怎么繁衍后代呢？你去帮它呀！帮它呀！现在不是可以克隆吗？你去学的生物啊？但它已经44岁了呀，估计有点难度。好可怜呢、啊。